混沌法师这个混合职业由光明使者与星界使者组合而成，主属性是智力，专属武器为法杖，有三个被动技能和四个主动技能。基于混沌法师的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，推荐玩星星流和光暗交替流两大流派。混沌法师的被动技能，被动技能一，周期律令，在创造周期下可提升额外闪光伤害并治疗自身，湮灭周期下获得额外黑暗伤害并快速恢复能量值。被动技能二，守恒定律，对一个目标施加了黑暗或闪光异常后，如果短时间内施加相反的异常，则获得神眷并造成一次伤害。被动技能三，扰动现实，吸引敌人或推开敌人时造成伤害并获得增益，重复受到这个技能伤害时，伤害效果会得到提升。混沌法师的主动技能，主动技能一，伤流，引动一道伤流造成伤害，并消耗敌人的闪光异常和黑暗异常造成更高的伤害，攻击速度不会加快施法速度，转而提升伤害。主动技能二，起点，根据当前所在的周期，在目标位置生成起点或逆起点，湮灭周期下生成起点造成伤害，并吸引敌人创造周期生成逆起点造成伤害并推开敌人，攻击速度不会加快施法速度，转而提升伤害。主动技能三，万有引力，失去部分移动速度，极大的提高伤害加成和伤害减免，引力解除后获得巨幅移动速度加成，在引力状态下被牺牲影响的敌人会被吸引到身边。主动技能四，十戒之头，投出骰子引导空间震荡造成伤害，根据当前周期造成对应属性伤害，骰子数值将成倍放大伤害并影响震荡范围，投出最高数时会额外触发一次技能效果，攻击速度不会加成施法速度，转而提升伤害。